小雨，你看，我带来了你最爱吃的炸鸡回来咯。耶！你妈太忙了，每天都上夜班。不过没关系，以后叔叔呢会照顾你，保护你。小雨，你以前都一个人在家啊？嗯。哈哈哈，别怕，我每天下班就赶回家陪你看卡通，吃晚餐，好不好？来来来来，小雨太瘦了，再吃一只鸡腿。叔叔，我吃饱了。那再吃点薯条好了。嗯。哎，看看你，吃的满脸都是番茄酱，哈哈哈哈。多漂亮的孩子啊，小雨真是个乖孩子，哈哈。你喜欢什么玩具？改天叔叔买给你，好不好？嗯，好，谢谢叔叔。我很喜欢洋娃娃哦。好啊，哈哈哈哈。小雨啊，功课写完了吗？还剩一题数学。这么快啊，小雨实在太棒了。叔叔今天就送你一个礼物。什么礼物？哇，洋娃娃，洋娃娃好漂亮哦。谢谢叔叔，叔叔帮我签名。好好，没问题。我刚刚买了牛奶和面包哦。叔叔，可是我刚刚已经吃饱了。唉，你妈妈说你已经开始在发育了，所以要给你吃些营养的东西啊。哦，这样吧，小雨，叔叔帮你检查一下。哦，检查什么？看看你胸部发育的状况啊。不要了，我不要了。你今天怎么这么不听话？再这样闹，以后我就不理你了。还没有怎么发育嘛，哈哈哈。好了，是该多补充点营养。没事没事，小雨，回家作业写了没？嗯。妈妈今天不必上班，晚上想吃点什么，我煮给你吃。嗯。哎，奇怪，你平常不是很会吵着要我煮这煮那的吗？怎么今天都不说话？小雨，你在干什么啊？小雨，你怎么把洋娃娃画成这样？我不喜欢这个洋娃娃。不喜欢也不要乱画。怎么啦？是不是有不开心的事啊？嗯，哎，哈哈哈。哎，好啦，你不喜欢这个洋娃娃，那下一次妈妈再买个你喜欢的给你，好不好？不要生气咯，我们小雨那么漂亮，一生气就变成丑八怪咯。妈妈，你以后晚上可不可以留下来陪我？不是有叔叔陪你吗？我不喜欢叔叔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叔叔会乱摸我。叔叔摸你抱你，那是因为他很喜欢你啊。你们是不是自己的好主人呢？是。这么棒啊，大家都是自己的好主人，懂得保护自己哦。嗯，好，那老师啊要给同学们玩一个小小的游戏哦。现在同学们手上都有个小画册，对不对？我们先来涂一下颜色。老师，怎么涂？大家听清楚咯，我们身体每个部分都是属于我们自己的，如果有人摸我不愿意被人家碰触的地方，那就要大声地说不要不要了。好，
现在同学就开始拿起画笔来画画。我们用红色的笔涂在我不愿意被别人碰触的地方，绿色的笔涂在我可以被别人碰触的地方。老师，还有一支黄色的笔。黄色的笔啊，就涂在你不确定是不是可以被碰触的地方，这样懂了吗？哦。哎，小雨怎么？同学们，大家都画完了吗？画完了。嗯，小朋友，先来看看你们图画纸上有没有红色和绿色的部分啊。有。很好，红色和绿色笔画的地方就是我们身体的界限。我们每个人的身体界限都不一样，比如说有人牵牵手没有关系，但是有人就不喜欢随便跟别人牵手，所以我们有权利决定自己的身体界限，也有责任不让自己去侵犯别人的身体界限哦。那画黄色的位置呢，代表着你不知道那算不算身体界限的位置，所以今天我们就一起来看看哪些地方我们是不随便让别人碰触的。我们不会随便让别人碰触的地方：穿泳衣的地方、胸部、嘴巴、大腿内侧。老师，爸爸妈妈可以摸吗？哦，连爸爸妈妈也是一样，不可以随便摸的哦。不管再怎么亲密的家人，都不能随便乱摸我们的身体，尤其是隐私处。如果他们随便触摸我们身体的隐私处，那是不尊重我们的身体，这是不对的行为。严重一点，还有可能会触犯法律哦。所以咯，小朋友，我们都要知道自己的身体界限在哪里，更要做自己身体的主人。碰到有人要碰你的身体，就要勇敢地拒绝，千万不可以因为对方贿赂或哄骗你，就让他们超越过身体界限哦。好，下课了，同学们可以互相了解一下彼此的身体界限在哪里，跟你有些什么不一样的地方。我们要注意，不可以侵犯别人的身体界限哦。小雨，你到办公室找老师一下。嗯。小雨，你最近怎么啦？上课都不太专心，而且还常常趴着打瞌睡，有什么事情可以告诉老师吗？没有。别担心，如果遇到什么事，你一定要告诉老师哦，老师才能够帮助你。老师，小雨，老师相信这件事一定困扰你很久了吧？哦。你今天能够鼓起勇气告诉老师这个秘密，你真的很勇敢呢。别担心，来，老师会陪着你。你可以跟老师说事情是怎么发生的吗？嗯，小雨，你自己拥有自己的身体自主权，如果有人用你不喜欢的方法来触碰你，一定要勇敢地说不。可是叔叔说他是喜欢我才这么做，而且叔叔真的对我很好。是啊，叔叔虽然对你很好，但有些事情是他不能做的哟，比如说他不能摸你的隐私处，像是胸部、穿泳衣的地方、嘴巴还有大腿内侧等等。小雨啊，老师知道你的感觉，
这感觉是对的，因为没有人可以随便乱碰我们的身体。小雨，你做得很好，你把事情说出来，老师才能真正的帮助你。不止这样，你的妈妈和叔叔也很需要帮忙，我们一起来处理这个问题好不好？我不会再让你受伤害的。喂，请问是113保护专线吗？小雨，吃饭咯。